生这个政治上的悲剧，那这个悲剧演变成省级族群之间的仇恨跟追杀。那当时这些年轻的学生会觉得说，其实我们所学的是讲的是一个公义，讲的是和平，讲的是正义。省级有别，但是人没有因为省级而有善恶之别。外省级也是有非常多善良好的人，所以其可以说因为政治的因素造成这个族群跟省级之间的仇杀。我想崇忠自卫队当年是这样子的一个组成，那陆续也有雄女的同学、荣商雄工的同学加入。那这一段历史在谈二八历史的这个历史的追究的过程里头，曾经是一个禁忌，这个禁忌一直到民间站出来呼吁要追二八的历史真相的时候，这个真相才一步一步出现。